有了，又是一个黑票。哇，可以啊！三杆了，我的天哪！三连杆。我感觉我已经上出了那种人生的巅峰，是吧？之前我们钓黑坑抢鱼的节奏，邱老师，可以可以，不错啊。我今天真的发现咱们这个飞纤钓法，在水库里的一种妙用。对，这三连杆，我的天，太给面了！哇，耶！看，这就是实力。回去吧，让你飞回去。哇，我这是接口啊，我这是接口。哇，邱老师都打到接口了。我这是接口，这个是有，真的是有方法的。这个，你看，我开始上鱼了啊。虽然比较小，但是它是接口，所以说这个我们把这个抛竿频率啊，如果再把它保持住。只需要保持住就可以了，然后这个鱼会越钓越快。实际上你看啊，这个方法我觉得只要对路以后啊，实际上上鱼就非常的简单。对了，所谓的飞纤最精华，它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延长子线。延长子线的长度，它的目的在什么地方？它的好处在哪儿？这个你一定要搞明白。我们一个线组抛下去，抛到水里边去，最先到位的是什么东西？铅坠，因为铅坠最重，铅坠一到位，飘在这个位置，子线就开始摆，它摆的速度就会非常慢。哦，比如说这个鱼，实际上它静静的在下边待着，对吧？待着，它也不爱动，对吗？但是呢，我之前跟你讲过，鱼对什么？对活体的，它是非常感兴趣的。对，一个是它也要吃东西，一个是一个领地意识。如果你的子线下摆够慢。然后它就能够足够吸引鱼的这个注意力，然后让鱼呀能够在不爱动的这种前提下，还是来抢食，来至少要开口吃东西了。来，赶紧吧，赶紧的吧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邱老师，你看我今天用的我们的官微的竹山黑坑轻量版，我感觉遛鱼去一点也不费力，我都可以把它给，你看，飞起来，飞起来。哦，掉了。So happy, so easy, 就这样钓鱼。邱老师，你没发现我们虽然说鱼没钓着几条，但是饵料差不多我俩都快用光了，用了不少。是的，是的，咱们一直在频繁的抛竿扬竿嘛。对，那我在想啊，我们要不要去重新开一团啊？可以啊，都快没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开一团新鲜了，那个争取多钓点鱼。邱老师，哎，那我们刚才饵料用的差不多了，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这个饵料到底是用的什么样的配方。实际上这个饵料，你说这个配方复杂吧，它一点都不复杂，可以说非常简单，对于我们钓友来说啊，这个开支啊是可以说轻松愉快，这样就在我们面前了。用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野际风暴这个，一个是这个香腥味的，对，香腥味拉饵，这个是。味型是非常纯的，非常纯。它是主用是拉饵，是吧？对，还有另外一款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野际风暴的红虫。哇，这浓浓的这种感觉，
这个就比这款香薪的更加的新了，更加新了，对的，哦，很刺鼻的那种感觉。有了我们这么好的原材料，实际上这个护法呢也非常简单了，只需要呢，这两种饵料一样一份儿，一样一份儿，对，非常简单啊。好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香薪味把它也加进去，加进去，因为我们这个饵料不仅味型够，然后状态也是都在里边的。对，我们把它搅拌均匀。嗯，搅拌均匀以后呢，实际上，它的这个和法也是非常简单。嗯，我们是1:1的饵料，对吧？也是1:1的水比吗？然后加上1:1的水就可以，你多少饵料加多少水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好嘞。那我们这个饵料的状态，加水的状态，你觉得加到它什么样的程度是合适的呢？可以偏稀一点，可以。嗯，因为它这个会吸水，会膨胀。哦，然后那么我们这个水呢，它就会慢慢的把它吸透，哦，透了以后呢，这个饵料状态就出来了。好，好吧，让我们等待个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嗯，好好好，等待一下。哎，你看雪庆啊，嗯，经过这么3分钟左右的吸水，你看这个饵料，嗯，它基本上就吸水完毕了，只需要啊把这个饵料啊把它打揉一下。嗯，你看，把它，那我们就稍微打揉一下，打揉一下就可以了。空气排干，对吧？空气排干，压实，马上又可以给你一个，继续我们今天的坐钓啦。我们可以，饵料和好了就继续，继续走。邱老师，现在换拉饵了吗？是的。为啥？不为啥，就为了钓到鱼啊。就是快一些嘛，上饵。咱们这个是搓拉结合。中鱼了！中鱼了！中鱼了！你看，雪庆，哎，变了，变了，飞前之后半飞前。哎呀，这条鱼还可以啊！哎，不会是鲤鱼吧？哇，大鲫鱼！大鲫鱼，大鲫鱼，大鲫鱼，挺大的。可以。个体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劲儿特别大。哇，漂亮，看这条鲫鱼。邱老师，你刚才说我们用这个钓法会越钓越大，是，你看是吧，慢慢就钓大了呀。这个真的，虽然你比我先中鱼，但是我现在钓的比你大。嗯，对吧？是，赶紧啊。而且我还有一个变化，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变拉饵了，你看是吧。拉饵是不是你拉的饵团大，所以钓的鱼的个体也大一点？哎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是状态的问题。我发现你拉饵之后呢，抛竿的频率就比我快很多。我哪怕是用粗饵钓这种这种鱼啊，还是要略微，还是要稍微抛快一点。嗯，因为我们始终在运动中才能产生机会。我们越快，他们发现的机会越大，就感觉你一定要保持一个节奏。